3653天，多幸运，依然还能够初心不变。17万字苦和笑的瞬间，虽然都收集不起那渺小的恩怨。是一次又一次跌倒再站起，是自信可待成追忆，是一回回的转身。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段奕璇。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袁一琪。
是规则，目的换如河流继续伪装清澈，不想辩驳什么，聚焦点的颜色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你在挣扎什么，早已难于背着，反是真相和谣言不谋而合。我想演什么，虚荣下的自由也只是被旁人独占的。就算我很自信的算，就算我打不出名，我依旧抗拒着空位背后藏的懦弱。就算我从不说明白，就算我再不显脆弱，依旧渴望着雨水冲掉去结魔咒。就算我忍不住沉默，就算我一度不可动，依旧坚定着本性不被标签剥夺。人们口中虚构，最大就是连锁错。就算我分不清对错，就算我答不出因果，依旧抗拒着空位被封藏的懦弱。就算我从不说难过，就算我再不显脆弱，依旧渴望着雨水冲掉去结魔咒。就算我忍不住沉默，就算我一秒不退缩，依旧坚定着本性不被标签剥夺。人们口中虚构，最多就只能算作揣摩。的夜色也可以是你手情歌。
是做梦，区别好像也不多。新的夜晚，新的歌轮，你和我。没有计划，没有方法，不能怪你有个变化。上次说这话是上次吧？看着远方，你的心重复那些安慰的话。电脑机的废话一说假，滚烫酷派笑话，听我帮你抢答。充满贪狂疯狂，或者不只是这样吗？神游瞎话，赞美虚假，有什么地方觉得不对吗？别挣扎，有代价，别管它。所谓脱板，未来的模样，这是无知的形状。别挣扎，有代价，别管它。Oh baby，
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终极任务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前来观看 SH48 Team H2 终极任务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把过往
去都怕我想不明白，伸手也逃不了你的责怪，你就不需要再感慨。后知后觉，每次都被拒绝，天边残月，没站在他残缺。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伸出手。Come on everybody, 感受空气。现在，请你给你多来的忘记。
我们等的宝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Team H2。 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来观看沈女士 MY 公演。那今天我们的大MC话题呢，就当然是给什么样的生日祝福啦。那就先从什么样本人开始吧。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看我的生日公演，谢谢。耶、yeah.。天有点热，对，就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个，不要感冒了啊，就是不要开空调啊什么，不要太冷，让自己太冷。好，行。然后对我的那个生日祝福的话，就是首先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一会儿会给我助演的所有小伙伴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次生日公演其实准备的非常仓促嘛，因为中途有很多的工作在忙，所以说跟大家排练包括在这里对接其实也是有点点紧张的，但是我也有努力去把它完成好。然后呢，更感谢的是前来现场的大家，然后以及正在观看屏幕前的你们，就是希望今天大家能看得开心。然后呢，我也准备了一些话想在生日表演之后再给大家讲，那就祝我今天一会儿一切顺利吧，谢谢。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讲师林夏佳。谢谢。然后今天沈梦瑶生日，我觉得沈梦瑶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德，我先随便说两个，温柔，对吧？大方，超大方，我没见过这么大方的女的。我跟你们说，她具体大方哪里？她对她的节目非常舍得花钱，就是对她编舞还有各种道具啊什么的，就是她有六个人的节目的话，所有道具、服装都是她一个人买，对吧？所以我觉得非常大方。你知道啊？我当然知道。然后还有吃东西也是，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人助演他，然后他就会买好多好多东西。今天他把一个饭店的东西都包了，然后放在桌上，然后就是吃，让他们吃，让造型姐姐吃，让助演吃，让我们大家都吃。就是我真觉得非常大方，然后还很理智，还外柔内刚。然后我觉得是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很佩服。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Gen Z48 Team Z 兼 SNH48 Team。 咋了？
啊？干嘛？我这去年也哭了，就是，确实，我刚刚心里面在想，我等等要给你写的东西，啊？我心里面在想，刚要给你写的东西，然后就哭死了。把自己写感动了，激动了，激动了，很高兴，兴奋。你这样哭，我也会想哭的。没事，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没事没事，我有点抱歉。没事没事，明年也一定要看到你。哎，我有一点那个。那个，大家好，我是 Gen Z48 Team Z 兼 SH48 Team H2 的农艳萍，谢谢大家来看瑶瑶的生日公演。耶！谢谢，是不是有？谢谢谢谢，嗯，对，先说一句不好意思，我就是有一点激动。没事没事。然后，对，我就先简单说几句祝福吧。就是因为今天是生日公演，然后就是希望瑶瑶的生日公演先顺利的进行，然后希望她可以身体健康，好的休息，然后忙碌的时候。也可以有就是放松自己的机会，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多旅旅游，因为这几年工作都比较忙，然后加上这个疫情的原因，然后我们也说过有很多想去的地方，然后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一起去你想去的所有的地方。一起吗？几个人呀？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对对，就是对，就是你想的所有的人，对，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将杯酒给你，将杯酒给佳恩。大家好，我是 NCT48 Team H2 的李佳恩，感谢大家进来看什么瑶，不是不是，要亲切点，大家感谢大家来看瑶瑶的生日公演，谢谢。耶。李佳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其实就是比较众所周知嘛，我对什么样还是有一些感情存在的。但是，是，我就尤其是经过前几天，我就发现，我总结了一下，我好像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女强人的类型，就发现，就是什么都能干，而且她总有一种在引领人。就是往前冲的感觉，她不仅仅是一个人孤身的那个向前冲，她是引领着我们全部的女人一起往前冲。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到我对她其实那个，然后就是从跟她表达了心声之后，我就发现她经常有找我一起去助演。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舞蹈水平比较受认可，后来她找我找了很多，我就觉得难道对，没错，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样。哎，总之我觉得能跟瑶瑶在一个队也很开心，因为包括我们平时感觉像什么 UNIT 呀或者之类的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机会就特别难得，因为之前就是可能很早之前就有过想要跟他一起合作，我想这事应该很难完成了，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好，就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拥有更多优秀的舞台，也希望他可以更努力的就是往前冲，然后引领大家一起往前冲。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0 Team H 的袁一琪，欢迎大家来看什么瑶的生日公演。耶！袁一琪，谢谢。然后给什么瑶的生日祝福就是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今天的表演一切顺利，对，就是这样，谢谢，谢谢。然后因为今天没有 MC 三四，所以说今天的生日祝福将在当 MC 进行。然后呢，我有四个生日祝福，第一个祝妈妈的小甜豆露露小朋友六岁生日快乐，耶。第二个祝 Oreo 小饼干，祝你生日快乐，耶！第三个祝苏景言，亲爱的宝贝，谢谢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然后最后一个祝 Mario 汪汪20岁生日快乐，耶！耶！我有一个生日祝福，祝加油站打工的七里香，嗯，老师祝你生日快乐，耶！加油，明年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嗯，好的，好的。好了，那么就有请下一组小伙伴送上祝福吧，谢谢。耶！看，今天又是个舒服的晴天。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林淑行，谢谢大家来看瑶瑶的生日公演。耶！先到林淑行，谢谢。林淑行，嗨嗨，呜呼呜呼呜呼，好呜呼，哎。嗨，好了，哎，我先说个生日祝吧，直接，祝小杨爱洗澡，祝您生日快乐 ，Thank you。咦，好了，那个，对，那个沈梦瑶的生日祝福就是，你看，我知道沈梦瑶要生日公演，我特地把头发染成紫色。我就是他的行走的荧光棒。好吧，啊，这是假的，其实。好吧，然后呢，那个对沈梦瑶的生日祝福就是祝他今天公演那个顺利，然后呢，他在我心中是最美的，而且他在我心中是最有礼貌的，因为他很喜欢到我们房间，他每次进我们房间之前都会敲门，像有些人他都不敲，但是沈梦瑶他每次都敲门，而且沈梦瑶他那个又温柔又霸道，简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踩在我的心上啊，不是，反正就是那一类的。对，我每次都差点爱上他，但是我每次都那个告诉自己清醒一点，不要爱上他了。对，祝他今天表演顺利。 OK，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 NH48 Team H2 苏以山，先来看瑶瑶的生日公演。谢谢。然后对瑶瑶的生日祝福，其实呢，就是我妈特别喜欢瑶瑶，然后她上次来中心看我的时候，她还一直说想见她，然后不停地跟我说她好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好喜欢这种温柔的女孩子，好喜欢好喜欢，然后就特别喜欢她，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她，哈哈。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瑶瑶她真的是，她就是本身就看起来就是很可靠，然后她自己也是个很可靠的人，然后感觉每次有她在的地方，然后都觉得很安心。对，然后也希望她这次生日能够顺顺利利，然后希望瑶瑶能永远快乐下去。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哦，生日祝。然后祝那个 R E V O L 祝你生日快乐。哈喽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王毅，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来看啊沈梦瑶的生日公演，谢谢。王毅，谢谢。王毅，我好喜欢你。哦，谢谢。然后就是给沈梦瑶的生日祝福。说实话，每年就是要在 MC 上给沈梦瑶说生日祝福，我都很紧张，就是怕说不好。然后就是，
就是说，然后我也有写信嘛，然后把就是重要的话放到之后再说，然后先说一句沈梦瑶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能健健康康，越来越好，然后要天天开心，嗯，就是这样，谢谢。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歌手，谢谢今天来看沈梦瑶的生日公演。耶！谢谢，谢谢。然后呢，对瑶瑶的深祝，就是之前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瑶瑶跟我说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她非常想要快进到30岁，因为她觉得、因为她要做成熟女人。对，但是我觉得她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到30岁的话，说实话有点不敢想象。然后呢，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内心非常沉稳的一个人，她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然后并且为此努力。说实话就是很怎么说呢，很羡慕这种性格的人，因为可以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对自己未来的道路非常清晰。对，然后呢，也希望他今天的生日公演可以顺利进行，然后可以漂漂亮亮的到30岁、40岁、50岁、100岁，别管了。好，就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张玉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什么样的生日公演。耶！谢谢，嗨，谢谢。好的，谢谢。张老师。嗨，谢谢。然后给他的生日祝福嘛，就是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刚柔并济的野心家，就是也一直很佩服他。然后这段时间因为排他的助演嘛，就感觉被他喂的吃了好多好吃的，就是像前面角舒婷说的那样，就是真的很大方的一个人，然后对于舞台呀各个方面都要求都非常高，然后对于我们有非常好，就是很温柔很有耐心的对待我们。之后呢，就希望他这次公演能一切顺利，之后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最重要。耶，正源团员们还有费庆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费泉，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沈梦瑶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于给沈梦瑶的生日祝福，沈梦瑶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那么我就是用我一贯的生日祝福，祝她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清高上八仙过海，九鬼一世界十美，源泉满牛气冲天，就是祝她生日快乐，就这样。然后希望她的生日公演顺利进行，谢谢大家。那么请下一组小伙伴讲一遍。生日祝哦，对不起，我要说那个生日祝福，祝我们严小五 Papi 在现场吗？不在。祝屏幕前的你生日快乐。然后我也有个生日祝，祝小开好朋友在吗？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老公。不客气不客气。祝微风永远爱依依依，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女儿，波波。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G I R A F F E 青菜在吗？哦，没有，不在。那就祝青菜你生日快乐。那么就请下组小伙伴讲 MC 吧。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郝静，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沈梦瑶的生日公演，谢谢。郝静，谢谢，好久不见，对。
然后给沈梦瑶的生日祝福。其实就是沈梦瑶，在我心里面属于那种，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就是跟大家一样，都是那种温柔嘛，温柔姐姐的那种。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她是一个那种人狠话不多的类型，就经常比如说有时候一起出去吃饭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谁遇到了一个困难或者怎么怎么样，她就会就是二话不说，也不跟你说，她就默默的去把这个事情给你完美的处理好，然后过来告诉你，好，没事了，我们继续吧，就是这种。就是他不会让你知道他去干嘛干嘛，但是他一直在背后就是把这些事情都给你规划得非常到位。而且他本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条理的人，而且他就是又有条理又有想法，就是现在看他每次的那个特殊公演的那种舞台的时候，都会就是我如果我没有助演的话，我一般都是他彩排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不看，然后我就去专门看他正式演出的那个舞台，就是总会让我发出哇哦这种感觉。所以我相信他今天的舞台也会一定给大家一种这样子哇哦的这种感觉的。哇哦哇哦，对，所以希望他在未来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对，然后一个非常健康的，怎么说，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然后继续向前冲吧。对，就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48 的冯佳，感谢大家来看瑶瑶的生日公演。耶！冯佳，谢谢。然后那个说瑶瑶的话，其实跟瑶瑶差不多大年纪，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当时刚来 H 队差不多就半年的时间吧，我已经把他这个当成了就是导师一样的存在。我遇到就是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处理事情，我会就问沈梦瑶，说这个东西该怎么办，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遇到这种事了就是怎么样的情况比较好，然后他也都会跟我分析一下，如果是这么运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跟他其实有时候反而是比较不同方位的两个人，因为我是一根笔直的筷子，对，然后我可能遇到点事折下就断了，但是他就是如同小溪流一样，就是你别看它比较的就温柔，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用温暖笑容治愈你的心，用燃烧的跑进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48 Team H 的张欣，谢谢大家看沈梦瑶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张欣，谢谢张欣，谢谢，然后祝瑶瑶生日快乐嘛，然后今天能赶回来参加她的生日公演非常的开心，然后希望瑶瑶等一下生日公演一切顺利，然后留到生日环节的时候再说吧，谢谢大家。生日祝福，然后首先第一个 ID 是祝绝境生花在吗，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第二个生日祝福是隐逸努力工作赚大钱在吗，好，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祝Chelly 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祝 Jupiter 祝你在吗，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祝周怀宇 Harry 在吗，好，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好，那么这个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吧，耶。
悬崖上的花，也许会懂我。
身份无意的错过，黎明守候到日落，想帮你看大海多辽阔，结果没结果，在一群反主角的小说打不过那就路过，至少能代替吃掉毒苹果。没办法打败忧愁，那就把眼泪抢走，像这样牵住你的手，所有的执着追逐到尽头，守护你所有。小的玻璃鞋决定别一起在狼狈午夜，沉浸在虚假世界，还以为墨镜多真切，笑颜明媚，甜言不菲，却是把诚实偷走的罪，如何应对都这么也不会累。说唱的情话跟美化迷迭，失落了写成凋谢，心跳加速满上冷却，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你的谎言只是笑到了今天，尚未极限，嘴角弧度弯了一点，嘴角上加错标准的笑脸，眼角再大了一点，终无辜才楚楚可怜，冷漠敷衍太明显，时刻需要戴奢侈的假面，人心的百变，被表情哄骗，冲破谎言，做了陷阱誓言。想对你有威胁，这样的关系够不够特别？
让所有纸质碎裂，封锁在暧昧的季节。你的双眼还缺些美，需要加上钻石去点缀。虚荣玫瑰，浇灌浮夸就不枯萎。情话都有哪些？配上假话更深更更贴切。把再真诚成感谢，从虚的虚伪到轻蔑。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今天角色扮演，嘴角弧度弯了一点，多加上角最标准的笑脸，眼角再大了一点，就无辜才说出可怜。冷漠敷衍太明显，是可需留待盛世的假面，人心的百变，黑表情哄骗，戳破谎言，做个陷阱实验。
去取收礼物十四张纸牌，一年成败，我想得很开，生死搏一把未来，我熬赢等你开牌。You can make it right。醒来，所以制造规则摆成铺袋，无论你抽到红线或方块，都是我可以安排，我爱你等你看牌。 You can make it right。 那就赌上决心，献出所有一切，
年兔班什么瑶同学，有同学叫你去操场集合，有同学叫你去操场集合。Who is the girl? Tell me who's the girl? Tell me who's the girl? Girl, girl.
Thank you.
开始的路，你不曾绝望，一步步沿着爱的方向，冒险中带着伤，依然微笑的模样，我的世界只有你。哇，刚刚欣赏了很多精彩的节目，我相信大家跟我们都一样，非常的激动，是吧？是的。而且刚刚大家好漂亮哦！谢谢你们，谢谢。是的，超多美女，还有帅哥啦。嗯，是的。我们现在进入生日环节。好久没有这种。确实，老久没有过过生日公演，是吧？我们先来点燃蜡烛。好的。再来一次，老师。不会又是那种张鑫？Are you OK？哇，是紫色的，我发现的。对，这有一点，有一点，有的，对的，有。
因为空调太大了。哪儿呢？啊，在这儿。有的有的。啊。嗯。好。来许个愿吧。祝你生日快乐。三好呀。祝你生日快乐。三好呀。沈梦瑶十选第一，祝瑶瑶生日快乐。从九选到十选至未来，无论前路风雨，希望能与你始终相伴。我们爱你。你就是辣屁股西妈，清风奏鹤，祝沈梦瑶生日快乐，年岁安泰，愿你志观锦华，问鼎归宁，福月应允，旭月一欢。哦 ，MML 祝二十又四，康体喜乐，生而有幸，岁岁良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两边的弹幕朋友，谢谢。哦，好啦，好，好啦，就即将进入深情环节了，谁会是第一个深情的人士呢？好期待呀！准备好亮灯了。哦，会是谁呢？不会是你吧？啊不，这个我尊重祝福，退出。怎么了？那王毅要不来讲两句？那要不我先来吧。他吧。哦，好的，诗雨姐姐。哎，我好紧张的，让我慢慢念一下。从来没有这么正式的说过话。对，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很期待呢。嗯，嗨，沈梦瑶，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距离我们认识熟悉起来到给你写信，中间隔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情，所以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然后呢，我就回忆一下，从刚开始认识你开始说。那会儿觉得你人很热情，很温柔又好相处，刚刚认识就很主动地邀请我去房间做客，对于当时很被动的我来说是件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可能你等一下可能你不知道对于当时的我是多么开心的事情，那会儿我可能是人生中最阴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哭了。嗯，整个人都充满了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遭受了很多舆论的风波，因此也有很多人对我戴着有色眼镜，离我远远的。你是很少很少的愿意主动接近我的人之一，这件事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你。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会永远记得，所以你永远都会是不同于别人的朋友。这也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一件事，同时我也告诉我自己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别人，所以很开心认识你这样一个好朋友。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感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性格的人。你看着非常强壮棒棒棒的肌肉，但却又很脆弱。虽然你经常看着很像一个姐姐，但偶尔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原来你是我的小妹妹。虽然你身边好像也有挺多朋友的，但我经常会觉得其实你很孤独。比如你经常就自己默默地做完了很多事情，可能你也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你去炙热的一期要去做空中瑜伽，
我看到画面的时候就很惊讶，那么高的两根绳子你就自己荡在上面，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即使你一直是一个胆子挺大的人，但我也觉得太危险了。我就问你害怕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不太记得具体你是怎么说的了，好像大概意思是觉得无所谓。听到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点复杂，因为你经常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或者是相对而言不太对你来说不太公平的事情，总是跟我说看开一点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到底是真的看开了，还是只能劝解自己，很无奈，但我也没办法做什么。看着你越来越好，这些需要看开的事情才可能真的能够烟消云散吧。可能对于其他的事情你确实没有那么的在意，因为你以前跟我说你最喜欢的就是剧场，想要一直在剧场跳舞，对于舞台你总有源源不断的想法和创意。那我真的好羡慕你的热情，这份热情让你闪闪发光，但今年你却说你不只想要只在剧场跳舞了。所以我希望你走得越来越远吧，什么样，希望以后能在更大的舞台上看见你的名字。今年我们都是本命年，希望我们都会有好运，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要开心哦。谢谢。说的我很想回一封信给你。其实听到你的每一句话，我每一句话都会有想要像回复微信一样回复你。从哪句，刚刚你说的哪句开始呢？就是说我又强大又脆弱吧，可能就是因为就是都是最亲近的人，就是我真觉得在这儿待了这么久嘛，你怎么会遇到一个认识了这么久，然后还能依然对对方保持着兴趣，然后想要去找对方玩，就是想要去找对方玩，就是一种缘分。所以说很多我的脆弱的一面也会展现给你们看。然后你说的那些风波，其实现在时间越来越久，大家都能越来越看清，但是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好吗姐姐？好的妹妹。真开心。谁再让我开心？气氛太感人了，我能念一篇欢乐点的吗？哎呦，我来了。第一次给沈梦瑶写信，我还以为背了个包。是这样，我的手机壳。等一下，我的密码是00058。00000。有点紧张。嗨，沈梦瑶，第一次给沈梦瑶写信，好紧张。我回忆了一下，不知道沈梦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我在 H 队除了农艳萍之外每天见的最多的人。总觉得这句话像是要赶我走。哪有，于是就来给你写个信啦。你真的是我见过的又温柔又霸道的人。好，是 H 队第一个对我特别好的人呢。希望你下次不要在别人身上就说这么说。为什么？温柔又霸道不好吗？我说第一个。好，让我记一下。你的霸道又体现在你总是霸道的请我吃好吃的。白天的时候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人，成熟到我都不敢找你搭话，怕你嫌我说的话太幼稚了。但是每次到夜深的时候你还会经常和我撒娇，就觉得你是个很神奇的人，每次都在想你要是真的是我的姐姐就好了，又能对我很温柔，又能管得住我。我有的时候排练经常走神，你就能一嗓子把我喊回神，祈求上天让我妈妈穿越20年给我生一个沈梦瑶。但是除了疫情期间我们经常待在一起，其他时候都觉得你好忙，要忙着上各种课，还要排各种练，就经常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看见你。就感觉你每天都好忙好累。希望沈梦瑶以后身体健康，不要再累到经常和诺诺一起瘫在了我们的床上。然后呢，我之前一直想找沈梦瑶合作一首歌，但是我又怕我们两个那个舞蹈那个差距，不会太大，而且我姐姐教你。
而且我怕我害羞。没事，说来听听。嗯嗯，等一下，下期再说。我就一直没能实现希望，希望我从今天开始精进一下自己，以后可以实现这个合著。然后希望你以后烦恼要少一点哦，要天天对我撒娇哦。祝沈梦瑶生日快乐，很喜欢你哦。谢谢，谢谢，波波。好了，结束了，真紧张。那我来帮那个一个神秘女人，然后来读一封她写的信。嗨，瑶瑶，先祝你生日公演顺利，再祝你50天前生日快乐。这是一封迟来的生日信，原本应该在前年12月就写给你的，但当时的我有点心有余而勇气不足，想着总有机会，但没想到之后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虽然没办法亲自给你读信了，但是这些话想想还是一定要告诉你。盛典之后好久不见啦，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你的近况，感觉你比之前更漂亮更有气场了。看着这么厉害的人是我的朋友，崇拜欣赏之余还有一些暗爽，能和你一起度过青春的一些年月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可以根本不熟悉的你们玩在一起，虽然是高人气的前辈，但一点也不会有架子，而且又因为一些兴趣相同，相处的时候又觉得跟你聊得好开心，想起好多次从黑夜聊到白天，一个一个凌晨的天空望过去，不知不觉我也对你多了很多依赖。你是细心又可靠的女生，我也不知道为啥屡次都陷入窘境，但每次都发现在这到哪儿了，太长了。哦，但不知道屡次陷入窘境，但每次都发现有在这里你们为我撑腰为我出头，我焦急的时候你也跟我一起急，我想说不急的时候你还在帮我想办法，我嘴上说着算了算了，其实心里因为你的帮助早就泪流满面。不管现在怎么样，我们在哪里，我都永远感谢你给我的帮助，爱你哦。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你是个特别坚强的人，大家经常形容自己心疼的人会说他虽然看起来坚强但其实很脆弱，但我觉得你不是，你是真正内心强大的人，这是我特别佩服的地方。虽然我也见过你跟我们说你的猫咪说着说着就流泪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样流泪的你也很坚强。你头脑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的东西就会去努力争取，在不好的事情上也不会浪费时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有事，但一不在一起的时候又能怎看到你已经把自己的事完成得很好。可能这就是做偶像的努力和天赋，欣赏你优秀的同时也谢谢你成为我们这么好的榜样。我猜今天肯定会有很多人要对你说真心话，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以后的日子希望你在大家自己想做的事情之余也能享受当下的快乐生活，希望你开心顺利，生日快乐瑶瑶，小高。谢谢，很想你哦高学艺。谢谢。那我也有一封来自广州的信。让我找出来啊。哎呀，谁呀？你来猜猜看吧。好，开始了。我不耽误太多时间，所以就随便讲几句吧。首先希望瑶儿今天演出顺利，也相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完成，因为每一次你的舞台都一定是精心准备后呈现给大家看的，是舞台永远可以信赖的沈梦瑶。也希望你往后的路越来越顺利。不好意思，有个电话。愿所愿皆所得，这次生旦又撞工作安排了，觉得很可惜。那下回我生日的时候就轮到我邀请你一起啦，不许拒绝哦。在2020年认识你是我的运气，现在大家都在慢慢变好，我也觉得很开心。那在那段不自信的时光里，谢谢你一直鼓励我，让我去争取，去摆脱标签，告诉我如何去调整心态，用最温柔的方式维护我的自尊心的同时，还不忘告诉我如何不受伤害。谢谢你陪我熬过。等一下，
你们知道有人一直骚扰王毅吗？说实话，虽然身为偶像，就是经历这些事情很正常，但是，就是我们也都是普通人。然后，最近也是听到王毅，也见到王毅，收到这么多的信息，我就希望正在看直播的你，你好好想想，你生而为人，你该做什么。好，来这混什么气氛？不要破坏我跟甄丹妮之间的浪漫，好吗？好，谢谢你陪我熬过的那段时间，让我现在也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去成长了。你虽然年纪不大，但变成了很多人前行路上的姐姐。知道你坚强，不过呢，也不要一直让自己这么辛苦，偶尔还是可以依赖一下我们的嘛。不必一直坚强，也可以偶尔展现一下脆弱的一面嘛。脆弱当然也是可以在沈梦瑶身上出现的啦。我们一直都在哦，互相陪伴，互相一起努力的变得越来越好，做自己的女王，成为最温柔最强大的大猫猫吧。好的，喵。谢谢谢谢谢谢丹妮哦。我来吧，你留着那个，我来搀你过来。我们张欣真是太让我感动了，在台上，就是他就是最近就是身体不好，是吗？对对，看得我心疼死了，但是我又很紧张，我就没有办法。但是今天看到瑶瑶表演顺利就很开心，然后这是我在飞机上给你写的一段话。谢谢。兔瑶瑶生日快乐，在飞机上写的生日祝福，很可惜没能参加你的生日公演的演出，这个遗憾就留到我生日公演的时候再来弥补吧。好，先预定一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和你总是会变得话非常的多，一晃就是过了这么久，你从齐刘海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成熟魅力的大姐姐了，对别人来说啊。对你来说呢？还是小妹妹了。对，我很喜欢现在自信的你，而且现在的你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在每一次的歌曲还有舞蹈还有表情也是都能抓到非常好的点。现在的你担当起了很多很多，在排练的时候你自己跑到上面，然后站在上面一个一个的抠大动作的时候，觉得你以后一定可以很好的带领着 H 队继续前进。我以为你说可以当个老师。没有没有没有。然后疫情的时候，我们每次的夜晚都有那种欢乐的点蜡烛时刻，然后很久违了，也希望我们有空可以继续在中心啊，今晚点亮一下那个九尾的蜡烛，然后碰碰杯。对，然后其实想说的有很多很多，但是不知道从哪一个点开始。然后从进来时候傻傻的笑容的你，到慢慢开始学习着舞蹈的你，然后到我们以前双人舞表演的时候的你，然后现在很期待每一次的你。哎，我写的是什么？哦，很期待每一次和你创作的时候，无论以后我到哪里，我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然后给你出就是奇迹瑶瑶意见的时候。对，每次给瑶瑶搭衣服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有时候我自己搭得好，阿星还会夸奖我，你搭得真好。对，就觉得每次给瑶瑶就是搭配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她从以前的风格到现在慢慢已经有了她自己的一个，然后这最近这几套就是都是你自己搭的。对，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哦，很有她自己的风格，对吧？你们也觉得很不错是不是？对，然后希望他能一直保持着这样子，然后也希望苗战队能跟他一起加油，希望就是以后你能越来越好。谢谢谢谢阿星的帮忙。谢谢谢谢。好，之后留给后边。好，还有我爽笑啥。我应该不是最后一个吧，我很害怕。十四，喂，
那个我怎么紧张的解不开了，怎么已经开始哭了，他都在 MC 上已经哭了一次了。对对对，因为就是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开心，就是我有点泪失禁，然后就一激动就很容易哭。对，然后亲爱的瑶瑶生日快乐，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现在的我就是已经非常顺口的能亲切的就是称呼你们瑶瑶，一直都可以。对，就是以前就是很害怕很担心，然后去年生日公演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很想给你写信，但是又非常的害怕。我其实自己是那种在就是如果我没有了稿子的话，我一紧张不仅会流眼泪，然后也就是想说的话很多也就说不出来，然后一直到今年其实我很遗憾就是去年没有给你写信，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你以后每天都不用写了，每天可以吗？对，然后那我现在就开始我的写信了，然后对，亲爱的瑶瑶生日快乐，现在你公演应该已经生日环节已经顺利的结束了，恭喜哟。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今年一定要给你写信，去年没有这个勇气，但是今年也不能让自己有遗憾了，虽然还是有点怕怕的。你很温柔，让人很想接近，甚至也不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大前辈，但是你很多时候也很雷厉风行，认真的时候也不会有一点含糊，真的是那种女强人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前的我很羡慕你身边的人，就是刚来上海的时候对一切都很陌生，然后我想要接近却又担心，但是因为现在你经常找我合作，哈哈，我也没有想到我也有了我可以更多找你交流的理由了，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很大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爱分享，就像香薰，我偶然去你房间的时候觉得好闻，第二天你就拿了一罐新的很大的一罐给我，我知道你喜欢香香的，我也喜欢，然后觉得很幸福，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香水，然后在日常你买了香喷喷的喷雾的时候也会分享给我们两瓶，在群里会经常看到你分享的好物和经验，很高兴你带我助演了很多次，这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的心愿哦。其实我好害怕你找完我一次就不找了。然后你不仅每次都有找，几乎每次都有找到我，还单独陪我留下来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不仅对自己的节目要求很严格，也会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很幸运因为遇见了你，无形之中也让我每一次的节目都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第一次在你第一次找我助演的时候，你和我说你提前来半个小时我和你一起练练，我觉得动作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你会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镜头它可能就是说只会拍到就是主要的那个人，然后现场的观众看到的，我也不是说他对节目要求的这个效果也好，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身边每个人就是都能更进一步也好，对对，都很漂亮，然后那个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因为他说希望，他说我觉得你的动作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就陪我的练习，所以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我就顺便说为什么，因为就觉得你很有魅力，然后就会觉得也是希望你可以相信这一切吧，因为我也是被大家的目光给就是带起来的，所以就是觉得我的目光也在你身上停留了，所以才这么找你的。对，然后就是你会希望每个人都更好更好，希望我每个人都可以很好，然后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也会告诉自己不可以含糊过去，不然会后悔，然后就成就了现在的我，大家都说我进步很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你，
你像个姐姐一样温柔又坚定。你昨天说会把好吃的留在最后，但是你会把每次最好的都留给你的粉丝，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人。从我遇见你开始到现在，你一直都特别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舞台。就是之前可能相比之下比较熟悉的风格，就是你也会在排练室练习很多很多次。就是去年的 TOP 16巡演的时候，我半夜了，大家都在收拾东西，然后我就在走廊上遇见你，我问你去哪，他说我想再去舞蹈室练一练。就是那个舞蹈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难的动作，但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就是做得更好更好。然后对，所以每次特殊公演你的节目都准备了很多个，然后想了很多，选了选，删了又换。其实你也会担心会紧张，我想说沈梦瑶真的很漂亮，真的很厉害。每次和你一起出去学舞的时候，老师跳的都是自己的风格，我自己学也是去复制，但是你做出来的真的就特别的漂亮。就是我就是老可能别人就是跟着老师去学的，然后其实我是看着你去学的。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很漂亮。对，就是我更有动力了。对的。然后我是不知道哪了啊。对，这就是让我真的很佩服的地方，这是锻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可以把舞蹈翻译的这么快，然后这么漂亮。因为其实我就是之前也有关注到，对，然后你的进步反正是我目前也达到不了的。现在的你通告也比以往更多了，然后是好事，然后我替你开心，但是现在也会担心。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实现我们的团建，可以一起去旅游，然后以后也一直在一起。然后说你气场很强，很独立的去完成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今天的节目时间彩排的时候非常的紧，但是都安排得很妥当，很有规划。但是偶然几次我也发现了你很可爱很小女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啦，然后很多时候你也会在意，会吃点小醋啊。我也知道你不是什么时候都不需要。我想我们是互相需要的，所以我现在也不这么害怕了。然后我就是说希望你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可能的麻烦我，我也会一直都在的，就像我难过的时候我也可以找你一样。谢谢你一直安慰我，愿意听我诉说，在这里有你真的很安心。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和你多待在一起。这一次很仓促，也没有写得很好，然后我有很多废话。但是没有关系，就像你们说的，还有你给我的感觉，相信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的。然后最后我有个礼物要给你。那你给过我哎。就是一个。这是什么？就是一个。考虑啊。这什么？就是我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对自己的要求和压力也就越大。现在的我没有达到那个位置，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感同身受，那就用这个可以肆意变形的大小朋友陪着你吧。你不开心或者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哦，好可爱。不开心的。我很喜欢这个绿色玩意。对，然后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暖瓶。很幸福。谢谢大家听我讲那么多废话。谢谢。老师，我也想真情流露。啊，真的吗？啊，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我只是想就浅浅的说两下。说实话呢，我可能平时在大家面前都是会属于那种很开玩笑的状态，但是就很少对你特别真情的流露。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哭。别管了，先准备着老师。我想说呢，就是可能刚刚那个奶瓶的有些话也突然把我给点通了。我觉得我可能之前是，我虽然是单方面这个向你表达喜欢，但是我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没有想过就是更多的事情，
然后然后可能在后面你也会去找我一起助演或者去帮你策划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日常去做，或者是可能说是像一种条条框框的程序这样去做。然后但是到后来呢，就是感觉到你好像不仅就是找我不只是就是聊工作是这样，因为还有为了吃海底捞就是我感觉帮别人有助演过很多次嘛，就是老助演了，但是就感觉什么呀，哎，他突然就会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就比如说像这次我本来就是想着我可能哎帮他助演一下，结果他就说这里是给你的分词又给你的镜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我助演还有镜头，我就突然一下就感觉哦，原来自己有在被重视的那种感觉，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很难得的那种会努力的在意到每一个人，我觉得就很难嘛，你说是的因为其实在很久之前我在有比如说看就是你的表演或者之类的，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因为我就从透过她的眼神啊，我看到一种就是那种坚韧，你知道吗？之前就比如说她之前有跳那种很性感的，但是我就感觉这不是单纯的性感，这是一种坚韧，对，它是一种表达自己魅力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女性的魅力强大，不是有从中被那个激励到，包括说我在慢慢的跟瑶瑶打开心扉，因为我之前就真的很少跟人倾诉嘛，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自己在内心的默默的骂，然后到后来什么还会说就是有什么事情去找他说嘛，会就真的去找他说，刚开始也没想过，我说自己的事情还能肯定也就自己去消化去解决嘛，后来我发现原来别人真的能帮助到我啊，我就是感觉人生开阔了许多，就是像之前大家会说和我的距离有一点距离是吧，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和大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越来越亲密了，是的，就是更加感觉到就是很炙热然后剩下的就是我觉得之前我对你可能是一种那种喜欢，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多了一些，不就是跟你们一样的那种吗？多了一，但是我现在就是多了一些，就是多了一些那种很尊重的那种感觉。好，我能懂你，是吧？因为我就是之前我也想过我要不要写信啊，想想我们的认识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火，不是我别进我麦，我没说啥，我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火花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在相处之后，包括说在一起的就是跳舞啊或者是平时聊天的时候才慢慢的向对方更进一步。其实我觉得跟什么一起跳舞我觉得就很愉悦，因为而且我其实思维比较跳脱，每次我们俩排节目的时候我总是冒出这个想法冒出那个想法，然后但是我又是很碎片化的天马行空想各种东西，然后什么样总能帮我把所有东西都是串在一起，然后他而且他很鼓励我你知道吗，我本来想的是我想这么多有的没的他肯定会温柔的拒绝我，后来发现他是温柔的帮我顺在了一起，所以我就是感觉哎呀人生怎么就是咱们就是遇到了那个志同道合的，有点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得。老师，我也是遇到你魏老师我也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因为其实之前也有想过，我说好难做出那种优秀的舞台呀，我说虽然有特殊公演之类的，但是总是很难做出一些很厉害的或者是很新奇的东西，但是我感觉跟你在一起排之后我就发现怎么人生处处有惊喜，我就发现确实是也是有在跟你合作之后然后就是创造出很多优秀的舞台，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谢谢佳佳。而且我们就是最好的什么，我们在一个队，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是长着呢。对，确实。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以后未来可期。好吧。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好开心。还有人要真情流露吗？那我就浅浅念一下我的信，说春晓都永远什么？啊？哎呀，没事，我成熟了。好，就是觉得大家都写太好，太感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写的就很有点烂。不会。好，你好，沈梦瑶。我又来给你写信了，已经数不清我们作为好朋友是第几年了，只觉得在这些年里身边变化了很多人，唯独我们还在互相做好姐妹。其实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真的写下来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翻来覆去回想过去我们一起的点点滴滴，真的很神奇。记得当初我是觉得你漂亮，就想跟你做朋友，然后去你房间特地点了份烧烤和你分享，你问我多少钱，我说没事儿，我请你。但其实当时我是一个口袋叮当响的状态，为了在你面前装一下，所以什么也没说。但是你应该不记得了，是吧？然后后来因为某些事，不知不觉的在你房间住下了，然后这份友谊维持到了现在。现在想想觉得很值，哈哈。就是一顿烧烤就在沈梦瑶，就跟沈梦瑶一起做室友了。然后以前我总是像个小屁孩，什么也不懂，到现在这两年我也成长了许多，也才体会到了你一直以来所承受的压力，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真的很心疼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承受的只会越来越多。想告诉你，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这的，这么久了我已经把你当成既是朋友也是家人的存在了。谢谢你也一直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接下来我们也要一直做好朋友，希望你要照顾好自己，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想要看到你越来越好哦。谢谢。谢谢有那么多的朋友们给我的这些话，虽然有想过，但是没有想过这么的让我感动。然后就是不光是，其实我对他们有很多想说的话了，但是我也准备了一些，就昨天晚上也准备了一些对大家想说的话。因为很久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办生日公演了，好像上一次是前年，现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还记得我是穿那红裙子，对，就可能就是那会儿还有很多不认识我的大家，然后今天又遇到了新的人类们，所以也会有就是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想吧。虽然永远都是那种感动，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小小的想要去表达的话。好，那我先说了。首先很感谢来到现场的大家，以及正在屏幕前观看我直播的大家，每一次这样的重要时刻你们都不会缺席，谢谢你们的陪伴。然后很久没有在这个台上和大家说过话了嘛，所以呢就是在我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别人房间，去了别人房间的时候，就自己在房间里会喜欢在备忘录里写一些话嘛。然后这些算是不同的时刻积攒下来的一个绘本。其实我在特别是在拍 MV 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很多的感触，想要给大家分享，但还是想着等 MV 出来之后再讲，因为我一向不剧透的。然后这些感慨可以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于我而言所发生的一切都特别的感动，从我开始拥有这一切开始。今天也很感谢为了这个生日公演在台上陪我一起表演的女孩子们，谢谢在准备以及表演期间为我操劳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但其实了解我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平时口袋发言也很少，就是我也不善言辞，然后我更喜欢用实际行动去表达自己，因为我觉得可能语言的话我不太会输出，那我就只能把它化作一股力量去推动自己，去让自己能成为更强的一个那种
那种形象，然后去笼罩着保护着大家。所以说行胜语言一直是我待人处事的方法，也都说拜所偶像，所以我也相信有很多喵战队也应该跟我一样，总是在背后默默地去做一些让我开心或是帮助到我的事情。但说得轻巧做起来难，我也知道我们每个过程所付出的种种都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虽然我不能常常的知道你们每一件事情，但是或多或少也会从大家的信，然后呢某个喵战队的朋友对于另一个喵战队朋友的形象的转述，我都能多多少少对大家有个除去火柴人的那种形象。所以说带来这样的好结果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也是不断的支持着我。我想这就是我和你们一个个所谓的平凡的力量聚集起来，最后就共同变成了不平凡的自己，也聚集到了一起变成了一群不平凡的喵战队。为什么要说平凡呢？是因为在前阵子总是会看到一些话语，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弱小，或者说很平凡，就会感慨吧。但那时候我就真的很想跟你们每个人都说，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超级棒的，因为我是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力量的，所以相信自己，我们都非常棒。对，我们都是了不起的人，而且事实也证明了，不是吗？然后我其实之前有直播说过，我觉得大家看我喜欢我是来消遣的，来消遣时光的，但其实就对我来说和坨坨除夕一样啊，在我累的时候我看看他们就是我的一种消遣方式。虽然字典上对消遣的解释是做自己感兴趣却无关紧要的事来打发时间，看起来确实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褒义词，但是我觉得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治愈那便是值得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讨论是否有关紧要了。可能虽然这么描述是有点那么不够文艺，但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们消遣时释放压力的突破口，成为你们消遣时带来好心情好状态的原因。等到那时候你们应该也会或多或少觉得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或多或少会觉得在我这收获到觉得值得的情绪了，那么以后也互相消遣互相陪伴吧。最后想说感谢此时此刻的你选择搭乘在了我这一列车里面，祝大家旅途愉快。谢谢。然后好的，八十岁跳舞跳舞，就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都并肩作战哦，都是依靠哦。好，那感谢今天各位这个喵战队的老师们，然后我们最后举起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和那个横幅，好，让我们一起来祝沈梦瑶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然后呢请继续欣赏精彩的十六人曲吧。
人一生向下沉，多余话别出声，先要穿后身问，回答所有疑问，推推新的门，不许你舍不准， We belong together， 卸下你试图顽抗我的防御，一步一步走入梦境，这曲迟迟不住存律，无需周旋去迂回去迅速靠近，措手不及，窒息也不觉得有，一路一心都是你，我对你甘之如饴的深情，完美的心情、yeah、最深爱是贪婪的努力，是我惯用的秘密、yeah、你燥热的灵魂在深海里失身，被捉弄的信任逐渐明暗不分，被俘获的单纯爱的一蹶不振，然后讳莫如深，卸下你试图顽抗我的防御，一步一步走入梦境，褪去迟迟不住存律，无需周旋虚伪去迅速靠近，措手不及，窒息也不觉得拥挤，一切都是你，我对你甘之如饴的心情，不屑完美的心情，shoot
放下拒绝，别挣扎，像烟花放纵吧，直到最耀眼刹那。 High in the dark,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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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out. High in the dark, shoot, shoot, shoot it out. I never stop,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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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out. I never stop.不可变，我是多年巨星的木脸，外面我专属标签。耶耶耶耶耶，不要妄想让我收敛，失败也会一再重演。要出位追突接，这种是我理想专业。
下雨天，我上演将我钱都赌给一千，昏暗里在动摇的孤烟，熄灭他的敷衍算是轻点，一如起光跌跌撞撞结局浅浅，多少伤口好了就往以后都原谅，默默许下愿望，天高地广人们的善良，去借着太阳继续发光，属于我的纪念不用命来选，决定就在今天把梦飞得更远，就在今天飞得更远，就算到明天会消失不见，所谓永远有多少甘甜，不如就在今天诞生新的纪念，别怀疑别诧异别再深陷过去式的搁浅，去实现自定义的蜕变。
告别曾被轻柔的流光，扑通一声消散在池塘，说望着南方，把长夏中的所有奢望都托付给了土壤。像云呆呆望着飞舞的时光，一道暖流划过脸庞，曾眼过装满夏日的窗，满地金黄，像一道金光，把情绪突然就拉长。哦，好像还没唱完歌，说完话，帷幕已落下，泪水等不及笑容散去就落下。我还呼喊着熟悉名字，却没有回答。我们也曾哭过，或对过身，分享过妄想，如今只剩下岁月无情在冲刷。幻觉就像一座巴别塔，越高越容易崩塌。至少曾经拥有一整个盛夏，算青春无悔吗？中间尖叫滴答，沿途浪漫，小汽车。
的生日公演，谢谢你们，辛苦大家了。然后接下来还有默诵环节，请大家有序退场。一二三 ，Three, two。